进化，有感而生，擦亮金钟，耀眼未来。第58届金钟奖戏剧类节目剪辑奖得奖的是雷振清，《台北女子图鉴》，恭喜！剪辑师用高超的剪辑技巧，展现了成人的奇遇，以及隐藏在话语之下的千头万绪，并在一集的篇幅里面完整传达了一段浓烈的感情，透过剪辑技巧都清楚传达给观众，展现了高深的剪辑功力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得奖感言刚刚才赶出来，我念一下。好久没得奖，所以特别谢谢评审们，这次让我得到奖，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这次入围的剪辑师，我们已经算是3.5代同堂了。那第4代、第5代、第6代，我看马上又要上来了，竞争越来越激烈。好，所以特别感谢。然后呢，所以我接下来要谢谢那个《台北女子图鉴》那个林肯赖雨桐所率领的团队，Sunny、王文清、黄小芬，谢谢你们公司全力的支援我在剪接期间。然后还要特别感谢我这次的顺剪师台北影业的邱凯丽，有他完美的顺剪，让我的剪接更加的顺利。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导演李云禅对我的全然信任。好，那最后要谢谢我的家人，因为在剪片的期间，我的老妈妈又摔倒了，摔断髋关节，还好有我的家人郑允雄老师夫妻以及郑金龙夫妻帮我照顾，让我可以顺利完成工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